好，来，我现在要讨论的是 Belongy Focus 的 From 2 Chapter 2 2.1 Expansion 的那个练习。首先第一题，它的这个是这样，它要我们找它的 expansion of 这个就是这样啊，这样这个乘这个等于这个六 a 乘 b 六 a b 六 a 乘三 c 六乘18是 8ac，所以它的 expansion 就是六 a b 加18ac 哦，就是这样哦。所以这一题是送分了吧？就六 a b 加18ac，b 这个乘这个会是等于这样哦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它是乘。OK。然后它在这边，其实它会变成 y square 加 4y 减 2y 减8，所以它是 y square 加 2y 减8，这样啊。OK，好，所以它答案是这一个。然后 C 它的 product of expression a 减 b 跟 a 加 b 是 a square 减 b square expansion，so 就是我的 a 减 b 乘 a 加 b，我在这边。它是平方差公式来的，它会变成 a square 减 b square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a 乘 a square，然后加 ab，然后再减 ab，再减 b square，然后才变成 a square 减 b square，所以在这一边这样，OK 好。然后接着第二题，它是一个长方形的那一个formation，然后它那个超铺了。它的 row 它有 2x 个 member，然后每 row 有 2x 个 member，它有 2x row，然后 total number 这样，expansion 是这一个。其实它已经给我们答案了，就是说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每一 row 它有 2x 个，然后它有 x 加8 row。它这个是 2x，这个是 x 加8，所以它的这一个 x 乘 x 加8，也就是它 area 了。我的 2x 乘 x 加8，这样它乘，所以它变成 2x 块加 16x 个人。OK，所以它这个 b area of a square with side 是这一个 state the expansion of 这一个。So 其实就是这样啊，它这个其实是用 algebraic tiles 的概念呢、啊，就是说这四边都是这一个 a 减二，所以它 area 呢就是 a 减二乘 a 减二，所以我们在这边这样乘，所以它变成 a square 减 2a 减 2a 加 4，所以它变成 a square 减 4a 加 4。然后，a machine print p 加8张卡 per second，然后 t second 是 pt 加8t，expansion of 这一个，所以 c 的这个非常简单的、啊，就是 t 乘 p 加8，这样，所以它变成 pt 加 8t，这样，OK，也就是这一个、啊，其实它的答案都给你了，这几题答案都给你了的，好。来，接着在这边我们要做这几题，OK，这几题其实都不难了，那就是直接这样乘而已。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这个这样乘，kx 加 ky，8p square 减40p，4936y square 减4ny，然后。我 d 的这一个呢，就在这边，我这个把它乘进去，3m square 加 2mm 减 8m，OK，比较麻烦的是这个，这一个呢，它会变成减10 per 3a square b。减5/2 ab 加638，15a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是减5/6 a 乘 4ab，我在这一边六。
3×3=6，3×6=24，然后它变成减5×2减10/3 a 乘 a a square b 这样。然后接着我的这一个呢，它是减5×6a×3b， 然后133236，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，减5×2ab。然后最后这一个呢，它是减5×6a×-18，减减166638，所以它变成15a， 就是在这一边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题这一个，它要我们 expand 这一个东西。So 这个其实也不难啊，就普通的那个 expand 而已啊。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，我觉得我可以换一下它的位置。好。来，首先这一个这样乘乘乘乘，所以它变成 ab 加 2a 加 b 加2，这个就是它答案了咯。然后乘乘乘乘的时候 y²-3y-5y 加15，所以 y²-15减8y 加15。然后这一个乘乘乘乘，所以这一个是 2k²+16k-7k-56，所以它变成 2k²+9k-56。然后接着这一个乘乘乘乘的时候，上15xy-40xy+6xy-16y²，15xy-34xy-16y²。然后这一个它有一个减二的存在，你把它想象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大括弧，我先把里面的东西乘出来了，我才可以把整减二乘进去，所以它在这边它会变成 9h²， 然后减 h 减2 98h 加2，然后我再把我的减二乘进去，减 18h²减减加加 2h 减减加加 36h 减加减减4，所以它变成减 18h² 加 38h 减4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五题，它要我们 expand 这一个，所以 x 减5的 square 呢，它是 x 减5乘 x 减5。其实你应该要一看到这个你就可以直接出答案， x²-10x+25，前平方后平方，前后两倍在中央，这样。这一个是什么完全平方公式 ？OK， 这一个是前平方后平方，然后前后两倍在中央，这样。前平方后平方，前后两倍在中央。然后如果你不会的话呢，你要慢慢这样乘。可是你不会慢慢乘的话，你去到缝缝拿 mx 的时候，你会很辛苦了。所以 x²-5x+5x+25，然后这一个它是7a+b×7a+b，然后这一个是6x减2分之1y×6x减2分之1y，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等于7744a²+2744ab+b²，49a²+7ab+7ab+b²，这样，所以它的这个答案其实是这样的 ，OK， 前平方后平方，前后两倍在中央，这样，这样乘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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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我直接出答案6636xy-6xy+140y²，因为6636 36xy 这个乘这个减 3xy 减 3xy 加 140y²，我这个是平方差公式 a 加 b a 减 b， 它会变成a²-b²，这个的答案呢会变成 n²-64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边这样乘乘
我就有 n 2减 8n 加 8n 减 64， 所以变成 n 2减 64， 其实就是我的什么完全平方公式 a 加 b a 减 b a 2减 b 2。这一题呢，其实看得出的学生他可以直接懂它是 81x2 减 4y2。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一个是 n 2减 8 2， 这一个是减 9x 的 square 减 2y 的 square， 然后你不会的话你就慢慢这样乘。 OK， expansion 你可以慢慢乘的，减9乘减9 81x2 咯，减9加2减 18xy， 减减加加 18xy， 减加减减 4y2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个就没有了， 81x2 减 4y2， 就是这样。好，接着在这一边的这一题，它要我们 simplify 这一个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这样乘减 3a 乘进去，所以它变成 2a2 加 6a 减 8a 减 24 减 3a2 加 24a，所以它变成减 a 2，然后24加6 30减8加 22a 减 24 减 a 2，然后就是这样。好，接着下一题，其实我知道它是 x 2减 4 2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慢慢把它做出来，它是 x 2减 2x 加 2x 减4加 3x 减 6x2减4加 8x， 所以它变成减 5x2 减2加 1， 没有，这边减2加减2没有了，所以我在这边这一个会加 11x， 然后减4减4减8，所以它变成减 5x2 加 11x 减8。对，好，接着我们看 C 的这一题，这个这样乘，然后这个3的前面你想象它有一个括弧， 2x 减 4y 的 square， 它就变成 4x2 减 16xy 加 16y square， 然后减326和 5x2 减 54xy， 所以它就变成 12xy减 48xy 加 48y2 减 605xy 减 4xy， 它这一个会变成了12乘5 60， 60减这个它会变成 54/5xy 减这个 52xy 加 48y2。OK， 我的这一边12减6/5，它会变成这个54/5，就是这样来的。然后我的刚刚的这一个 2x 减 4y 的 square， 它会变成 2x 减 4y 乘 2x 减 4y， 所以它会变成 4x2 减 8xy 减 8xy 加 16y2， 所以它会变成 4x2 减 16xy加 16y2。 OK， 也就是我的这个，如果你刚刚能够直接得到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的话，你就能够直接很快的过来，不然你这一个这样还要另外找一个地方做，你写在里面后面的东西也要照写，它就变得很麻烦了。 OK， 好，来，接着的这一题呢， 6R 加 9P， 6R 减 9P， A 加 B， A 减 B， 所以它就变成 A2 减 B2 啊。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我可以直接这样乘了，所以它会变成6636R2 减9654PR 加9654PR减 81p2， 然后 over 这一个是 3， 然后接着
这一边的这一个，它有大的挂弧，里面有小的挂弧，我先把那个小的挂弧解决掉，加这一个是7P 加2R 减6P，然后8R 减 2P，然后我在这一边这一个就没有了，这个36除3，然后81除3，36除3的话呢，它会变成 12R² 减 27P square，然后在这边加这个是 P 加 2R，然后 8R 减 2P，这边这样跟它乘进去，所以它会变成 12R² 减 27P square 加 8PR 减 2P square 加 16R² 减 4PR，然后我的这一个12R² 加这一个，它会变成 28R² 8减4加 4PR 减 29P square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们就有这个 28R² 加 4PR 减 29P square，对。来，在这一边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地，然后它要种花在切的 region，然后它要找种花的部分的 area。你看，这整个是 3x，这个是15，所以这一边是 3x 减掉15，这个部分。OK，假设这个是30，这个是15，所以这边是30减15啊。OK，好，整个是 x，这个是8，所以这一个是 x 减掉8，x 减掉8。假设这个是20，这个是8，20减8，所以这一个咯，这样。所以它要找它 area 的时候呢，就会是这一个 3x 减15乘 x 减8，所以我在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，所以它就变成 3x² 减3824x 减 15x 加840八一八120，所以它就变成 3x² 减39x 加120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再给它一个单位。单位是 meter square，这样，好，接着第八题，它是一个长方体，它要你找 volume，volume 是长乘宽乘高嘛，所以我的 volume 呢是这一个，虽然讲是长乘宽乘高，但是我把我高先乘在前面，号码会比较容易，x 加一，然后 x 加四，你想象这边还有一个大括弧，然后你这一边先跟它乘掉它先，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三。然后 x² 加 4x 加 x² 加 4x 加 x 加4，所以它这一边就会变成 3x² 加 12x 加 3x 加12，然后它变成 3x² 加 15x 加12，然后它的单位是 cm 3。来拼它有。一条 y 呀，它的长度是这样，它用那个 y 呀来变成一个长方形，它的宽是 y 减4，然后它要找它的 area。哦，这题有难度。你就心里想啊，它在这边，它的这一个长方形是这样，它的宽是 y 减4，这个是 y 减4，这边也是 y 减4，然后我这边有长，两个长，所以我两个长。加两个 y 减4，会是等于它的周长就6y 加2，全部都是2的倍数。我这边除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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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越减2二越2二越3二62二1，所以我就有它的 length 加 y 减4等于 3y 加1，所以我的 length 会是 3y 减 y 加1加4，所以它变成 2y 加5是它的 length。所以我的 length 呢是 2y 加5，然后题目要我找 area，所以它的 area 的话呢就长乘宽，就 2y 加5乘 y 减4，所以我在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，所以它这一个就变 2y² 减 8y 加 5y 减20，所以它变成 2y² 减 3y 减20，就是这样。
然后在这一边，它当然还要加上单位了，它的单位是 in cm，所以它是 cm square。